纯纯的五花肉三层。嗨，各位，依旧是我回来。今天我吃啥菜？依旧是来给了烧白，我觉得真的比那种卖的都好吃，然后卖相也好。给我来点个菜，然后这是我自己弄的宫保鸡丁，话不多说，烧。先老样子，来一口烧白，纯纯的五花肉三层。入口即化，真的是。还是干饭好吃。炒这个宫保鸡丁我都炒了快40分钟。慢慢一拿。这芽菜干饭真的也很香，看来下次我要多弄点小白，结果小白两口都没点。盖饭真的巨香，哇，这鸡丁稍微切的有点大呀。